我们回来啊，各位啊，现在是开箱的下集啊。大家其实上集看了半天，竟然没给我开箱，是不是很郁闷？没办法，我这个视频就这样了，我尽量把每段视频这个缩在这个15分钟之内，这样呢就是可以抖音也可以上去啊，增加一些粉丝啊或者一些流量。没办法啊，这个视频制作不易啊，说实在，我现在一条视频才几百个人看，一两百人看的都有啊。哎，哪像原来好像最多有一两万人看吧啊，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我。好，我们现在把这个打开啊，这个上盖给打开啊，看一下这个，哇，这个贴纸这么大，我没想到啊，大概要这么大贴纸，大吧啊，毕竟1:200嘛，我两张要少一张大了。啊，然后这边是一个封装的指示，看一下，来打开一下，背面有啊，打开。从哪看起呢？咱们先看一下这个船体吧，好吧，大家伙就先看一下啊。先把它拿起来，很大的，来看一下，因为毕竟这玩意有将近1米吧，看一下。这个把它拿出来看一下，这个保护都很好，前面后面都有这个黑色的比较厚的硬的这个泡沫，前面那个桅杆的应该是转动的那部分啊，泡的部分它是有一个硬质的黑色的泡沫，也是一个护。这个，好，来看一下，啥东西还是响啊？这里面是啥？摇摇去的，是配重的沙子吗？看手机啊，不管它，看一下这个前面，它这个上下的，应该是它这个，看一下它这个接缝处啊，就是红色船底和这个上面这个船身接缝的这个地方都有这个白色的这个乳胶，大概我有看到啊，应该是这个样子啊，看来很多都有这个白色这个乳胶给它粘住了啊，所以防水还是不错的，它都已经做好了，不用你做了啊。然后这个是船首的部分啊，舰首部分。然后侧面我给大家看一下，慢慢的给大家看一下啊。好，这个舰尾这个它这个动力系统都给你已经做好了，看一下这里面这些传动轴啊。好，看一下这个甲板的部分，大一点的这个部分啊，这里面应该是一些剑桥啊，那个甲板呐、一些金属学科片，还有说明书啊。说明书大家看一下，这个就给大家快速的过一下算了啊，毕竟这玩意也比较稍微复杂一点啊，因为是遥控的。这样子可能稍微长一点啊，而且是1:200的这个模型，介绍呢都会比一般的稍微详细一点，大家稍微过一下吧啊，愿意看的呢就看一下啊，觉得看不了的看不清的话可以稍微跳过去啊，但我尽量的这种稍微完整的展示一下给大家看一下，做个一个资料啊。遥控器还要对码啊，那就可以多艘船一块这样玩啊。好，这边看一下啊，这个是板件啊，这应该是上面的桅杆，这应该是吊机的部分啊。好，这个是舰桥啊，桅杆的部分。这个也是这个烟囱的部分。
大一看就看得出来挺大的，对，也是啊，应该是后面这个水上飞机的部分吧，水上飞机的桅杆啊，一些吊机，透明的这个部分呢，应该是一些小天线吧，透明这个用这个海绵珍珠棉包的这个部分，比较小的一些桅杆栏杆，还有这个是天桥的部分呢，距离的几楼的话大家可以看一下啊，这边也是桅杆的部分，这个是一些救生艇，看了以为是重的，其实它是两板一样的，怎么还有一个救生艇，来看一下，应该有四板的啊，这个也是啊甲板的部分，舰首的一些甲板和一些建筑的部分，甲板的部分这个就是重头戏啊，金属桌片，大家看一下，对，敲稍微对一下，这个是桅杆啊，栏杆正反两面啊都有，这个是一些板件啊，咱们把它先复原，东西还是很多的啊，这个保护的也比较好啊，一些比较小的这些一些桅杆或者天线的部分，它都用这个珍珠棉给一个包一下，还是不错的，然后再看一下这个有稍微小一点的，这是后甲板、前甲板，还有一些水上飞机啊，一些主炮的部分。啊，这里有些透明件，大家看一下，这应该是一些灯吧？啊，舰船上的一些灯，这个是副炮的一些小的一些件啊。这个就是舰上的还有一些人呢，大家看一下，我之前都没太注意啊，看到没有？这里舰上还有一些。一些敬礼的士兵啊、水手啊，怎么的？看到没有？都挺不错的，说实在的啊。哎，这样对好焦了，大家可以看一下啊。这个也是，应该是。上面的这个桅杆上面的这个建筑的部分，这边也是，这个就是水上飞机，看一下啊，这个就是做成透明的，到时候大家涂装的时候就要把这个窗户的部分啊要遮盖一下，这又是一个这个桅杆，大家看一下，这些是一些小件吧，我看不太出来是啥，这个还有一个白色的塑料做的，这个是什么部分，在有知道的可以告诉我一下，我也没有看说明书，所以也不是太了解，这就是主炮的部分，看一下上面这个铆钉都有刻画出来，大家可以看一下，
两份啊。这个又是救生艇，大家看一下，稍微大一点这个救生艇。然后是舰首，那这是舰尾，这舰尾啊，让水上飞机的这种，这个舰首。这个呢，就是这一盒的话，就给大家看的差不多了啊。先把它装回去啊。看一下这是一些附件啊，大家看一下。啊，这里面有这个充电器啊，锂电池接收机啊，转向舵啊，舵机组，出烟器，然后这个圆筒扳手，还有这个喇叭啊，卡板扳手，尼龙绳，锚链啊，金属轴，主炮，然后喇叭锁扣，还有滴管，就加烟油的那个滴管啊 ，PCB 的这样插头。还有螺丝啊，一些遮盖挡啊，开关旋钮啊，烟油啊，适配器啊，螺旋桨啊，螺丝啊，看一下，它挺多的啊，因为它没有装满这整个一个，它上面就那个有一个小的纸盒啊，把它给压了一下，防止它这样上会上下摇。看一下这些组件啊，我可能就不都拿出来了，给大家看，稍微看一下啊。这螺旋桨白色的啊。这个烟油，这个金属的炮管，哇，喷的一漏，喷的一路啊！倒好不好对焦啊？金属炮管，这个还是不错的，这玩意要点本钱的，或者单买也要点钱的。像那个 BB63 那个密苏里号的话，啊，都是要单买的。还有一些什么舵机，这应该是舵机吧？看一下。我也不是太了解啊，有些充电器啊，锂电池这么大锂电池啊，完了他都玩了半个小时，还有这个喇叭再看一下，这么大喇叭啊，声效应该还是不错。这个是，这是充电器啊，这是充电器。那个锂电池呢，我就给它拿出来吧，烟油给它拿出来。到时候单独发啊。好，把这个装好，最后再看一下这个。这个又超时了啊，已经超过15分钟了。这个遥控器啊，我们看一下。遥控器呢是比较简单一点，看一下。好，这就是，这是一个这个接收机啊，看一下，一个接收机。放在这个船里面的，然后这个是一个遥控器啊，来看一下，来对焦看仔细一点啊，这个我就不拿出来了。上面都有标注啊，主炮123、122，前面后面的都有标出来，然后声效，然后烟啊，然后这是一个天线啊，然后这边这是一个转向的这个东西。然后这边的话，一个扳机一样的，就是前进后退的啊。这个是没有配电池的，这个电池要自己够。好，今天的开箱的话就是这样，是一款1:200的小号手的这款亚利桑那号BB-39/1941年版带遥控的版本啊。感谢大家收看，我是 KI 花边小金。大家一定要3连啊，一定要给我点赞或者关注我，谢谢大家。我是一个爱模型、爱科技、爱生活的小金，拜拜。